创意模型呢一直在做商用版的供应以及改装，今天刚好出一批货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商用版的功能。首先可以看到挖掘机后面有一个数字8，我们要用对应的遥控器来实现它的一个操控，其他的是不可以的，一个数字对应一个数字，按一下遥控器 I， 倒计时开始，我们打开它的电源开关，可以操作哈。发动机的声音关掉，来吧。到了时间自动断电了啊，这个是适用商用的版本，我们同样可以随时关掉电源。 OK， 现在不可以操作，按一下 B， 20分钟继续来操作。